想知道如何制作 AI 歌手吗？今天我来为你独家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网红课堂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彬彦。今天想要为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制作 AI 歌手小爱龙的。我最近呢就推出了一首新年歌，名字叫《龙龙的新年》，里面呢就有一把非常可爱的女声，其实呢就是由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。那为什么我要在 MV 中加入 AI 歌手的元素呢？其实《龙龙的新年》MV 是联合于人声推出的。2024年于人声的新年吉祥物小爱龙就是使用了 AI 技术来制作，而且他们还推出了探讨 AI 主题的新年微电影 AI 是爱。为了迎合 AI 时代呢，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推出 AI 歌手，让这首歌更加好玩和有话题性。想很容易，但做起来呢其实是很难的。我参考了大量的这个网络教学影片，参考了 AI 孙燕姿的做法，甚至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变声器，但效果真的很不理想，而且制作起来真的非常麻烦。我花了几个月试遍了所有的方法，最后找到一个最容易的方法，就是使用 XStudio。XStudio 呢是网易云音乐和小冰公司联合推出的 AI 歌手音乐创作软件，里面汇聚了十多个虚拟歌手，里面每个歌手的声音呢都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。那么要怎样才可以制作虚拟歌手呢？ Step 1， 制作人声 MIDI。 要解释什么是 MIDI 有点复杂，你可以把 MIDI 当成是电子钢琴，我们需要把人声转成电子钢琴。制作 MIDI 的方法主要有两个，第一呢，你可以买一个小小的 keyboard 连接电脑，透过一些音乐软件，它能够将你弹奏的美丽音自动转换成 MIDI。 第二就是使用虚拟键盘，你可以上网登录这个网站，只要点击这里，你就可以快速生成你要的 MIDI。 我现在呢就快速给大家示范我是如何制作龙龙的新年的 chorus。因为我实在太懒惰，一粒粒音把旋律给画出来，所以呢，我是找我的朋友白胡椒来帮我制作。如果你的音感不强，又或者是不会乐器，那么我建议你，你还是直接找玩音乐的朋友来帮你弄，这样会比较快。第二 ，AI 人声套入 MIDI， 打开 XStudio， 使用网易云的账户来登录，把 MIDI 导入进去，然后在左边直接选择你要的音色，拖过去就可以了。那么呢，它生成声音的时候是需要透过网络的，所以你需要耐心等候。啦啦啦啦啦，完成过后呢，它默认的歌词是啦啦啦。别担心，点击右键输入歌词，它就会根据你的歌词开始唱歌啦。龙龙的新年，人人都如愿，是不是很不错嘞？当然目前的 AI 的声音还是会有一点缺乏感情和很生硬，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用来做 demo 啊，又或者是合唱曲，其实目前的技术已经非常够用了。我相信只要等多几年， AI 生成的声音一定会跟真人没有差别，甚至唱得比我们还好。另外这里所有的音色都是免授权，意思就是你可以不用担心任何的版权问题。不过你只可以用这里的这个歌手来创作音乐，你不能售卖这些声音，因为这样就属于侵权的行为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视频，就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